媳妇哈，他爸做个阑尾手术，就这么点个手术，非让我给医生塞个大红包。你说这什么年代了？这大夫的那个素质这么高，谁还收红包？话音未落，他爸拿擀面杖咣一下给我一个大红包。哎呦，哎，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啊？送吧，原则没了；不送，命再没了。算了，送吧。但是啊，我这个红包里面啊，装的不是钱，是纸。我要是近期出不来了，姓金的希望你言而有信。金阳，来，王护士，把病人推进去。觉得你也不能要，那不完了吗？那有人觉得你能要啊？哎呀，行了啊，你们这些家属心情我都能理解，但是吧，作为医生，我是不能收的。就拿着呗，哎，不能。你看见了，原则问题。我就是不能要吧，媳妇儿。你干啥呢？你做法呢？我给你俩挡点身上。你快不用挡了，你下来吧。就是一会儿咱爹这没着落，你再让别人哥带走的。你看，我们也不是不懂事的人，是不是各行各业都有着潜规则？你就潜我们一下呗。是，不是一家人？但是啊，你爸是我病人，这个红包啊，我就算不收，也一定会治好他的病的。说得好，韩大夫，你没工作。你俩两口子别吵。行不行？医院的，不，你俩不两口子吗？这个包袱响了，打住啊！医院吧是有收红包现象，但是吧也是极个别的。我们吧代表整个，代表不了整个医疗体系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个红包不能收啊。我知道大夫，但是我知道红包在，我爸就在，拿着吧。你要再这样，我不客气了啊！你看看，我说你不听，大夫说你不听，说你多少遍，你能听吗？赛点。
这送个没送红包的都报这下场了，这是送个奖的。哎，来媳妇儿，来媳妇儿，你坐坐坐。咱啊，譬如说啊，譬如一位患者送给医生红包了，那送的不是钱呢？那啥呀？卡呀？譬如也不是卡呢，跟钱没关系。那还能有啥呀？譬如放的是纸呢？没折成千纸鹤呀？没有。啊，就是再说了，那是不是傻呀？要是纸送千纸鹤送纸的话，那纸也别人推炉子里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再说了，要是我有那家属，我就直接把他拍死。韩大夫，韩大夫，你出来一下呗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韩大夫，韩大夫，我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你叫他出来，你给我爸都说。像现在这个状况看，他做还不如我做呢。韩大夫，不是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，啊，千纸鹤，哎，媳妇儿，哎，媳妇儿，啊，怎么了？你要冷静啊，你一定要冷静啊！妈呀！妈！好了好了，冷静，媳妇儿冷静，咱别这么闹，有可能吧？人家大夫还没打开红包呢，你这么一闹，人反而打草惊蛇了。怎么了呢？你看啊。里面那么多人收黑钱，他藏还来不及呢，谁能当着面打他呀？就算他数，他也得自己找个旮旯，做完手术自己数，那时候都完事儿，都晚了。行，就算你说的有道理，那不都送假红包了？那不对呀、啊、假如你今天你犯病了啊，你去找人专家看病去了，你给人塞个假红包，那明天你再犯病呢，你再找人，那把自己后路堵了吗？那咱爸不一样，阑尾就跟激素子似的，就一个切了，再想切都没了。啊，行，算你说的对，那多险呐！啊，万一咱爸要是咱打开了在里面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说这么多年了，来来，我爸对你不好吗？啊？你说说吧，说说，你说吧。行，那个我爸，你每次藏起来的烟，我爸怕你抽烟对身体不好，哪次不是他掘地三尺自己找出来给抽了？啊，我爸放假在家里剩饭剩菜，哪次我爸都不舍得吃，是不是都让你打扫了？我爸对你不好吗？好。每次你加夜班回来晚，我爸怕影响他休息，他每次不是亲自把你反锁在门外，他对你还行吧？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爸能活到现在，我对你爸也还行吧？我这么一琢磨，我爸对你是比亲生的就苛刻了那么一点。那是一点吗？野生的也没这么对待吧？但不管怎么说哈，你爸能当我老丈人，我还是挺满意的，毕竟他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。啊，怎么还突然整出这么一句，整得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呢。哎，你说这次手术怎么还没完事儿啊？爸呀，爸你咋样了？爸哎呀，出来了。哎，韩大夫，完事了，韩大夫。完了，红包拿回去吧。哎呀，完了，媳妇儿，红包打开了。啊，你不是不能打开吗？完了。那咋整？完了，我爸遭黑手了，爸呀！爸，在这儿呢。哎，爸还健在，爸还健在。爸还健在。算你有点良心，我告诉你呀、啊，就你包那玩意儿，是个人看了，也不可能不报复。行了，那个大夫呀，你现在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，再把你缝好的口子给我拉开，把不小心落的里面刀子、钳子、剪子、棍子啥都给我取出来。说啥呢？说啥呢？啥玩意？你咋把我生蒙圈了呢？蒙圈了？你知不知道？啊？嗯？啥呀？你赶紧的去把我爸手术做完，把我爸治好。你说这叫什么话呀？
我当初收下你们的红包吧，是不想让你们担心，想要安安心心的把这台手术做完。我想啊，手术完了之后再把红包还给你们。那你咋把红包打开去了？打开干啥呀？不是我打开的。那谁打开的呀？是我打开的。爸呀！爸，没事吧，爸？哎，这门咋打不开了呢？红包是我打开的。啊，咋了吗？我看呀，这红包有点厚，我这心有点小疼。我这琢磨着嘛，心帮你们抄回来两张。我这打开一看呢，我这心更疼了。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，你这是嫁了个貔貅啊！你说你咋这么抠呢？只进不出呀！不是爸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把红包里塞钱这是原则问题。大爷夫呀，我太狭隘了，对不起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我对您造成的一百万。你要嫁给他吗？弥补啥呀？弥补不了，嫁给我吧。请您把这钱包，请您把这钱包收下吧。干啥呀？非得让我收你点纸啊？这不是一百的纸，这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剪的，跟一百块钱一边大的纸。剪成一百块钱一边大，你普通吧？看我说身上欠一个吧。谁？老娘们！本来吧，您做完手术吧，我也就想让您把这红包打开看看。既然已经打开了，那你就看看。祝您天天开心，韩大夫，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韩大夫，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，子孙满堂。韩大夫，好人有好报。